我是四七七级的教练陈红玉。可以站前面一个，不要站中间，他们不会对你伤害。我们要介绍带人吧。我总共介绍三种，有手胸带人、拖二手腕带人跟抓法带人。先示范第一种，手胸带人。好，带的可以有几个重要的要特别注意的原则，就是当你怀疑你的皮肤受伤的时候，可以你是不要肉的肉质，我是不要肉质。还有你带人的时候要把你的手的皮泡进水里，对。